各位观众大家好，现在是第三天的中午，我们先把这些东西买一下，不买的话晚上就看不到了。我们先充一点钱吧，充个6800。好，先是礼包，先把这些买了，只要没有特别贵的就好。这些好像还可以用来突破啊什么的，还有作用的。38 12 88 30。好，剩下晚上来。观众大家好，今天是开服第三天啊，今天我们要把这战力加个爽的，我觉得有可能可以把这战力乘以100，对吧？今天第三天，因为我们之前这个都没怎么打，我们就是昨天是打到400关嘛，还是7800关吧，今天直接就打到3800关，我觉得咱们非常厉害，非常猛。中午的时候咱们搞了一些充值啊，然后就是这些东西，这些看着不多，但也买一下吧。首先我们今天多加了些钱，加多少呢？其实也不是很多，多加了个200，你看1200一个。苹果什么可以开发一下？这个游戏的苹果没有，猫说记的苹果有，然后呢，其他的明天的这个无人区也有，但是苹果得要额外付费啊，就稍微有点坑，再买一个198就可以了。今天这1200绝对是有的。然后现在我们就开始买这里的东西啊。首先绝版礼包198买一个，不用提示了。绝版法阵648搞一个，剩下的限时30 68 128 68 128 68 88 30 68 128。 好，这个东西有没有一些材料是很容易满的我不清楚，但是咱们先买，反正现在我们很多东西都差的，没有任何东西是满的，直接买就可以了。好，终于把这个买完了。有个限时专享，这个加14的一套只要20000就可以了，来点击一下，然后再来买一下这里的淬炼专享，这个就是200啊，又是200不在了。好，我们直接升 SVIP19， 今天是没有 S 的，现在这个各种东西就变得更多了。现在我们材料特惠是什么鬼？还是今天中午选了一下，来现在把它直接都满了。这次为什么又玩？因为这次要玩一个爽一点的，我们这次要玩20天啊，计划是20天啊，然后预算200万以上，我觉得估计咱们玩着玩着就300万了。然后我计划那个镇魂街舞神区，如果看人很多的话，咱们可以玩个比如5天7天，看人少咱们就玩3天，比如说充100万玩3天，这样每天都很精彩，我是这样的计划。所以你们明天中午12点应该是这个时候，明天中午12点可以来看一看我们那个镇魂街舞神区，会搞很多很强的。然后这个买完了，美玉特惠领取一下这礼包啊，这边美玉礼包反正也不多，先把这个搞定吧。这个游戏还有一个就是有很多好的地方，除了这些你看花了多少钱对吧，但是能买的很爽，还有一些别的东西，就是它这战力加的会很爽。别着急，好，这是领的这个东西，签个到，第三天了，关卡达标，这个爬塔咱们都爬到3000了，这也就领完了，又完结一个啊 ，VIP 19给了650个，加了369万的这个什么战力啊？猴子化身是什么鬼？哦，化身，就可以升很多战力啊！你看1亿的加，走你，现在好像差不多哎，然后我们再做一个尝试，就是。把那宝石上一下，宝石能加很多，但是加最多的不是这些东西，我们先上一下，在这里装备可以把大圣上一下，一件装备加了17亿战力，今天这个战役就翻倍了各位。然后培养金棒的话它能培养吗？好像能点一下，肯定是点狂暴呗对吧，它就需要去输出，这个以后我们可以再研究，就是提升攻击的，就是每回合叠加，这个打怪很强，我估计我们在这附近有什么对手，所以我们就搞这打怪的吧。暴率提升12点一下吧，沸腾这些应该都差不多，先升了再说，再升再升再升，好，45亿了。哦，这些垃圾一套也能再加50亿呢，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把等级升一下了，加了52万，再加那么少吗？哦，化身丹更好是吧，2500了，我们也升2500啊，然后再升这边单挂猴子，现在确实要快一些。好，咱们先搞个110战力啊，但是这儿35，26不太够了呀，不够了，3500差了一点点啊，各位怎么办？这个咱们再买一下，30，这边68买一个，终于碰到我了，来碰个拳是吧，先把这个大圣强化一下。好，100亿了，怎么样能把这个战力升上去对吧，但是他这个充斥这个地方确实很多，268搞一个98来呀，这个就每天买一下。主播你是高材生啊？哎呀，主播高是高材生，但是呢连媳妇都学到，哪像你对吧，我家里蹲你和我比不了，对啊，所以连家里蹲都比不过，那算什么高材生是吧，比你高一点我在家里蹲研读了30多年。哦，这个你高材生才在地板都大，你才在人大研究了4年，你和我30多年比还是差点、哦、差点底蕴，那茅台都喝了好几百公斤了是吧，所以这研究哎呀点得很慢你知道吗。好，各位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把这些东西搞一搞，这边要搞吗？
这个是期间随机的，也许可以搞一下这个，但是怎么就限购一个呀？今天这个活动好像就要结束了，昨天和前天拉了100个68，我们今天花钱花在这里吗？月雪，来，咱们先，哇靠，直接花112个68，别吧，这花50个，我这儿写一个50，出去可以下，先花个322啊，来，我们抽一下2200次，这游戏还挺好的，不用耽误很多时间啊。好，点完，哎，哦，它是有大奖的话就会出一个真实。上限是多少？上限是5000，其实挺好的。其实今天想拉的话，其实也可以拉满。我们今天不拉别的了吗？49个，试一下，要是活动再打一下就好了，是吧？就可以交给小龙啊。来，今天这就又花了3万啊，6万就没有了。我们玩猫射击玩的有多惨、多爽，这里就有多惨，对吧？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大家都吃着细米馒头的，对吧？现在吃粗糠就吃不了了，难以下咽了，是吧？因为我们之前玩超级爽，现在就不那么爽了。这儿还差一点点，差350抽，350抽大概需要7次。好，3000抽出掉了，这个号还没有出，这个号我们充200万到，我估计是会充300万以上啊，800就出了。11的可以找一下我，这还差30，怎么我算的很准啊？为什么还差了一点点？把这点完吧。这是2天活动啊，我们一天就拉完了。但是他，哎呀，还要再抽300次出这个大奖。这大奖就是这个东西，我们其实已经抽到好好多了，对吧？把这个拉完，好，这个活动我们就完结了。